这里煮不了面，这里也煮不了，这里也煮不了。啊，真的没有地方可以煮面了吗？好嘞嘞，电锅直接插上电不就可以了吗？不是电的问题，是所有的检测都显示沸点过低，无法煮水。沸点和气压有关。由于火星表面的大气压很低，导致水的沸点也很低，在这里面是煮不熟的。